来，这个宜昌的兄弟，车友的，还有东莞的，东莞兄弟，刚好两个斯巴鲁今天 PK 一下，看是宜昌的厉害还是东莞的厉害。啊，宜昌厉害，都厉害。还没开始，他妈气势就输了，还搞毛线。友谊不是打仗，友谊赛是吧？友谊赛啊，对，好 ，OK， 开搞啊。来，我们湖北老司机啊。不用冲，他这个不用冲吧？宜昌的。后面推呀。喂，强行出发。真的是友谊赛啊，这个东莞的还指挥湖北的车手。上不去哎，上不去。赶紧再往后到那个角落。那就换东莞的了，换我们东莞最快的斯巴鲁。他要让这个湖北先做实验，你这家伙。放弃了，你放，你还没搞就放弃啊？我应该放弃，我放弃了。啊，你不放弃是吧？我放什么弃啊？一切都够你的，从你来，我是大名来，我也干一下。嗯。往这边倒，往这边，往前干，倒下去吧。不、哦，哎，耶，可以。恭喜嘞！不要在他车屁股后面，小男孩别误会一下。今日是哪个？今日是哪个？今日哪个？啥事会死你，烂一档不行。给我这都吓坏了，想这石头回啊，上不去倒下来，上不去倒下来，啊，再冲一下可以，倒下来随你自己。对，就那到，对，哪个地方平一点可以再加？哎，不，放不能打，打错了，再冲一把，就这样冲。他还想冲，冲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下，再试一把。上不去。哎呀，不松没事。不，可能要换你了。他油门不能松，他油门松了。哦呦。打满，对，往前牵一点点，再开一下，换我们换东莞最快的这个斯巴鲁啊，不上了。
但在这里直接掉，直接在这里掉头到直线倒倒过来，倒打点方向，还打点，对对，就这样倒。到这儿掉头，到，还有两车长，还有两车长，到，还有两车长，到啊！哎，你不倒下就算了吧。打点方向了。你要在这掉头了，你这么下来的啊？还是倒？打反了。掉头就屁股在那里。来，倒直线，好，现在倒直线。哎，不是，打反了，打反了。屁股往那边，屁股往那边。我这啊，这样下来是吧？对，掉头下来了，大哥。来，你啊，就直的，往这倒。我怎么倒下去了？不要倒下去。不要倒下去，倒下去好难倒的。你这个技术还倒下去，你开都开不下去。哎，那不行。不是，你倒到后面去，大哥。你到角落里去，对，我的个天哪！到，哦，打一下，我回去打，对，打够，好，一把过这个单弯啊，走，没事，大慢走。我刚到这里了，走。我是三系的，走，就不要到了，走了。我知道，我刚才这已经搞上去了。我们三系顶一把过单弯啊。走，拉一下。咱们心里一直上来，老早了。过不了到。多打一点，对，下。下，可以了。来，东莞最快的斯巴鲁上。你上我上，你够吧？你两个，上次开宝马叉一才开了第一个坡都没开到啊。第一个不在这儿吗？好，你今天发挥正常一点啊。今天12秒，我7秒。来了啊！我们东莞最快的斯巴鲁车主。不能再倒了。哎，他第一个弯都倒不了啊！你手动啊 ，S 档啊！你那个四驱没用啊！要四驱，有点惯性了，关系不行。对呀，现在就有了。你刚刚没打运动模式吗？哎，比宝马，你比你上次开了个宝马叉一还要差嘞。对啊。这个是全是四驱的。来，这就是你们传说中的斯巴鲁啊！我说斯巴鲁不怎么样，你们不信。来啊。对啊。很多人不信。刚才这个兄弟说了，比他的那个320还要差。你看呢？怎么回事啊？自己带着兄弟，自己在这里损。哎，终于上来了。再倒一把。那兄弟，他跟你的那个宝马320比怎么样？啊？感觉比我那个还没冲上去。啊。他这个是四驱的，我那两驱。哎，后面还贴个原车进口，全是四驱。哦，好。再打一把，哎，可以。哎呦，打早了，要往这边倒一点，往这边，往右边倒一点。再往这边回，往这边冲一下。好，往这边来一下。
不是？投降。投降。我换车来的呀，三次都重合伙，知道不？啊，好。嗯，油不能丢油，加油啊！一定要冲，一定要冲！你要在这里来冲，我刚刚的思想一定要在冲进的。你不和让上车，回到这里来。你不冲上不去的。啊！我刚思想我就在冲进的，千万不要丢油。油门不要松，你要么就踩上去之后，好。看到没有？什么要放车？跟上去，直接往那边打，打了之后打直。你不能丢油的，油一定要在冲进去上来。车不行，不行，上不去。能上，但是你要，刚刚我觉得这个才好。往那边打了之后。那往我这里开倒下去。往我这里开，倒下去。往他那边，往城府那边开。好，后面再倒了。往那边打，对。对对，走走走走走。停都费劲。那不行，不倒啊。好，往我这里开，往我这里开。还搞不搞？还试一下，还试一下。行路都费劲。车子还有钱，让工资帮我们。我那个能上呢？啊，上不去。那你倒下去吧。嗯。前面那个。嗯。啊，上不去。倒啊倒啊。没有，在这里。油门一松，马力。对。哎。倒下去吧，倒下去吧，倒下来。房的啊，你找到这里了，差不多啊。对。方向打反了。打反了。还要。怎么来赤膊坡的这些人方向打不清楚啊？这平路都费劲。到一点，好，再冲。平路都开不动。还切个全时四驱原车进口。好，再往那边，方向往这边来。你过了弯的时候，你要一口气上去，两个弯不得停。不能停，一停的话就不停，你油门一松，马上挂。我试了一下，这个帮我上的时候，我松油了，你不要松油，一口气可以上去。是啊，我就说你。只要这个放得上来，加个油就可以上去。对，我刚才是松油了，人上不去了。不要飞！哎呀，他这个方向打得稀乱的。不要飞！哎，往这面打啊！往前走，哎呀，也可以，也可以。你飞不飞？这次打对了啊！啊，打！好，回正。在这里，不要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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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。
到到到到到到啊！我看一下了，拿一下冲啊！那算了了，他方向打不清。冲要给油的。咱们也到，大家也到。对。往后到，往后到。到到到到到。好险呐、啊！你要不打后面，到到这肯定就搁在这里、啊。是啊。对呀、啊，那要叫救援的。我的方向都打反了，坦克来的不行，不能再到了，你要牵一下之后往这边拐一点再才能到。哦，他这个方向搞不清，他这个东西。少了，打不够。好，打满，打满。再倒一下。还倒什么？他这个越野车又不是小车。我走了。啊。还有什么好倒的？那怎么样？哪个表现好一些？他表现好一些，还行还行。你开远一些啊！要找个方法，那个。这个看到这个视频之后，广大的斯巴鲁车主可能哭了，哭晕在厕所。不是车的问题，是人的技术问题。人的技术。欢迎斯巴鲁高手过来啊，并没有传说中那么神。人有问题，我是人有问题。开始，我觉得不是人的问题。不是，你们这一看年纪都是几十年老司机，怎么可能是人的问题，是吧？给油，人的问题。为什么呢？人的水不给油，给油。然后那个 OK 啊，我们欢迎斯巴鲁的高手来啊。随时欢迎啊！不要在网上说什么斯巴鲁啊，全是四驱，还贴个什么全车进口，很厉害啊！其实没有啊，其实没有。拜拜。车是好车，嗯，技术差。这个死忠粉啊！拜拜，欢迎大家关注王成佛半山坡啊！王成佛半山坡，关注了啊！嗯。